第五十三，大家好，我是依依。今天我想说到一个不是有很厉害的东西，可是这是我要用贴纸拼出一些东西做好的。首先我介绍一下材料，我需要一盒卫生纸，我就把它拿来。我还需要一个笔，还有一个点点贴，它是蓝色的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两张 A4 纸。这个立可袋呢，很酷哦。那首先我需要张纸，首先我们来实验一下，可不可以用点点贴来造出自己的名字呢？首先呢，是木哦，这个是梨，一个梨了，有点累，我觉得明天可以再继续皮了。接下来来的话，看一下，这里有点难哦，各位观众，大家，梨快劈坏了，你们看。这次看到为什么我要拼梨在字吗？那大家有听到刚开始吗？请在底下留言。OK。大家有看到梨在字吗？首先，就是我这个书本有个提示夹，大家都看得到吗？好厉害哦！你贴你的名字是不是？对啊。哦。都拼尾吧。好厉害哦！真的，我给各位观众看。对对对，观众看起来才是正面的，爸爸拍一张。是我拼的“立”这字，虽然呢有点看不清楚。我也很清楚，爸爸一看就晓得是林颖的。来，拿起来给爸爸拍一张，快点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在底下记得留言哦，还要留言，还要分享，还留言哦，还要记得按下小铃铛，按个赞。